好多谢晒，好我哋又多谢啱啱嚟嗰啲嘉宾，多谢我哋人大代表蔡素玉、冼师傅啊，冼师傅、冼师傅夫人啦，过嚟影幅相先，影张相先。嗱，人大代表都嫁到啊，冼师傅啊，系，仲有身体健康啊，健康宝宝啊，诶，仲有我哋铁笔潘丽琼出嚟先啊，琼姐，啊得出嚟，得，系得，多谢。嗱，我要介绍下潘丽琼，潘丽琼系十几年前同我出咗一本书，叫做《四十万东京做业主》。日本字全攻略就是阿潘麗瓊同我出的啦，啊！我人生第一本书就是佢帮我，即系讲两句先。李师傅好高兴到你，祝大家个个都系节日快乐，个个身体健康，合家幸福。冼师傅嚟，大家都咁话啦，最紧要身体健康啦，家庭幸福。咁啊，好多谢阿华哥啊，俾个机会我都出席啊，今日嚟都见到，哇，好开心啊，见到好多好朋友喺度。咁啊，祝阿华哥咧就生意兴隆先，跟住阿师傅咧，又开始，又说话啊，开始散业，系希望咧大家继续啦，开开心心啊，以后咧我哋都系太太平平咁样可以啦，每一年都嚟呢度咧，贺一贺阿华哥，今年有七十围，下年七百围喎。好，多谢晒，多谢晒。讲两句先啊，潘丽琼。嗱，我讲个秘密关于阿华哥。佢第一次嚟揾我出书嘅时候，我望佢地产经纪，我真系走眼啊，真系。跟住咧，我2022年去东京展览嘅时候，佢带我睇。哇！喺東京嘅市中心，成座樓佢起出嚟嘅佢啦，我去住過啦，跟住大牌有酒店喎。哇！呢、這個人都咁叻噶，其實佢唔好識講日文嘅，佢淨係唔識講嘅。大家可唔可以全場鼓掌？我俾啲掌聲啊！阿玲好叻喎，真係真係好叻，係咪佢好謙虛？多謝多謝多謝。嗱，香港鐵筆咧，如果你留意一下咧，潘麗瓊同屈永賢係香港兩支鐵筆嚟嘅，俾啲掌聲啊！潘麗瓊好出名噶，佢個專欄係叫做《幸福摩天輪》。多謝曬咁多位就座，小心阿嫂啊！呢邊小心阿嫂，小心阿嫂，係小心。嗱，多謝多謝阿小姐，係佢帶我去南極噶。啊，多謝，喂，下次去北極喎。係我跟你去啫。多謝，小心你，小心，好嚟，好嚟，咁，多謝喜劇大導演李力持加多，食神加多，李力持加多，係，阿力道，阿皇上話唔收錢同我唱歌，哇，真係 happy 都真啦，多謝，多謝，上嚟先，我哋未開始嘅，嗱，我哋一間咧會宣傳咧。我哋香港正能量就係拍喜劇，令到好多人開心。導演啊，我哋今日嘅主題咧就係唱好香港。喂，你功高不少喎、你唐伯虎點秋香，令到好多香港人就開懷大笑喎、唱好香港咧，講就容易啊，做就好難嘅。你要嗰個社會氣氛真係國泰民安，大家先至開心哈哈笑㗎，係嘛？係係。喂，如果個心裏面有條刺，成日驚住前面嗰條茂利都唔知乜行乜路嘅，點笑得好啫？走曬啦，走曬啦，走曬啦！所以咧，而家五一就慶祝嗰個叫勞動節，你放心啊，力度係無時無刻都諗住氹人開心嘅，加埋個華基正能量啊，哇！真係砰砰聲啊，真係嗱，我哋不如請埋阿食神大龍先。有套新戲，你有套新戲要同你宣傳一下喎，大佬嗱，食神啊聽得多啦，而家又有個咩神喺度啊，醫神啊，咩神啊？廚神啊，廚神上嚟先，食神加多，係俾啲掌聲先，俾啲掌聲先，係上台，企度嚟企呢邊，上台，喂，係你哋因為要宣傳下你套戲啊，宣傳下你套，得嘅，因為咧，因為內地咧嚇，大家知道啊。個個都攞住手機就睇咩啊？睇抖音咁啊，同埋睇一啲咩咧叫樹屏劇啊？樹屏劇咧就即係咧唔使打橫個手機嘅喎，就咁打直睇就得嘅咯喎。一集幾長啊？一集原來一分鐘嘅喎啊！跟住咧喺嗰個手機嗰度一集咁啊，佢就拆出嚟睇嘅喎。而家咧就喺內地咧比較火熱嘅，咁啊今次就好開心，就請到啊～我個老拍檔阿食神大龍師傅去客串一下，壓一壓場啊嚇，大師傅。
啊，好開心啊！阿導演當年啊，我哋96年好似啊，係啊，我哋拍《食神》差唔多廿幾年啦。唉，最近導演就監製一部呢個《廚神》，頭先導演講咗啦，係手機啊，幾好睇噶。將來應該有冇咪啊？有冇咪啊？仲有冇咪？有冇咪？啊，到時咧就睇下。阿伯龍師傅精彩的演出嚇，廚神啦叫做嚇，係多謝曬華記。祝大家身體健康嚇，五一勞動節快樂。嗱，你唔好走住，我要揾位電影出品人先。冼師傅過嚟先，喂，你拍葉問嘅喎，我哋今日香港電影業而家嗰啲麻麻地啊，以前嗰啲不得了喎，葉問喎。你係嗱，電影就梗係你同堂啲啦，一定啱。我唔係睇佢啲電影大，但係我係睇佢啲電影一直睇一直開心嘅，所以咧就好開心今日阿華記就請我哋嚟啦。華記嗱，我名其實我都係你粉絲嚟。唔係。因為黑暴嘅時候咧，我有點解有個咁咁嘅，直情攞埋牆咧咁危險咧，咁所以我一直都會陪你嘅，真嘅。你話我個人好少殘人，知唔知嘅啦？有位嘅。咁希望咧，今日大家支持下我哋啲正能量嘅人。你幫佢，揾個位俾佢，阿康。食過佢幾餐，有能量，真係。康，希望咧大家開心。嗱，我謝阿冼師傅咧，真係咧投真金白銀投資港產片，仲要係投資嗰個叫做動作功夫片啊嘛。喂，呢個一定要鼓勵噶，因為呢個係港產嘅特色。由李小龍開始，跟住到成龍、洪金寶。我哋都要有動作功夫噶嘛，冼師傅。係希望咧，我哋嘅香港電影業咧，能夠再創翻，希望再起來。呢個係我一個電影人都係嘅願望。咁希望當然你支持啦嚇，你哋支持好重要。好，多謝。嗱，記得支持廚神啦！影張相先，影張相先，俾個讚先，係點讚？啊，呢個廚神嘅係。好，即系而家阿 Ruby， 我哋系咪几时开始啊 ？OK， 我哋今日嘅晚宴5月1日呢个烟花晚宴正式开始。好，嗱，我哋咧就俾啲掌声自己先，因为咧我哋系留港消费，振兴经济。我哋香港过去咁繁荣咧，就系有赖在座每一位咧对于香港嘅贡献。所以我哋今日嘅台长咧就系以年纪最大咧就可以获得咧。我哋嗰現金獎500元，我哋節目咧就準備開始。哇！係點解有乜？知道。哇！有乜快馬？有乜快馬殺過嚟喎？嚇！有乜快？我睇下咩事先。華記接旨。係砸。好。好嗱，有聖旨到啊！聖旨到，奉天承運，皇帝召約。皇上李隆基御驾亲征，高歌几曲，为华记网友添喜庆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日日开心，五一劳动节快乐，任此皇上驾到。皇上请皇上，请好。咁多有咩吩咐我啊，皇上？最紧要令到大家开心。系好，有话机，有正能量。好，放多啲出去，好冇？好嗱，我想同大家讲咧，我哋呢个世界咧系需要爱心嘅。我喺度讲多次，我为咗今晚嘅表演咧，我揾咗唔同嘅歌星，有啲系知咩名都话收我52000首歌，不过唔好讲边个。但系我一揾李隆基，佢就一支千文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冇错，华基，我义务，我撑你，无耻，我撑你，我同你争。多谢啊，皇上，唔收钱咧，好难揾嘅。哦，好难揾嘅，好难揾。真系嘅，华基咧，早轮咧真系二话不说就同我。出聲支持我，所以華記出聲，我亦都係義不容辭啊！多謝華記。我哋咧係要做人係要雪中送炭嘅，係嘛？所以我哋希望香港咧係有一個愛心喺度，係嘛 ？OK， 咁我哋希望你帶啲歡樂俾大家喎，皇上。好，冇問題。OK，music。When I was a little bit
大家好啊！今日咧就特别多谢咧就百姓旅运啊，佢知道我哋咧喺5月15号咧有一个道顿崛阳江大厦动土仪式，咁咧百姓旅运就即刻起咗一个自由行嘅团，就系机票连住民宿嘅四日三夜，由5月14号去到5月17号，咁嗰个价钱咧就系6800蚊，跟住咧所有食饭咧我都会喺度夹粉，就一齐咧。就喺夾粉食好嘢嘅，咁啊包括有雞泡魚啦嚇，咁啊有興趣嘅朋友咧就歡迎 WhatsApp 報名咧，就俾阿陳生，咁我哋咧只係有20位名額嘅啫，數量有限，大家想報名咧就快啲啦，咁我就會隨團出發，咁啊每日咧就一齊同大家吃喝玩樂，同埋睇下咧日本起樓要做動土儀式嘅一啲嘅日本嘅祭司會參與，等大家咧一齊咧就開下眼界，好啦。有興趣的朋友咧，就快啲揾阿陳生報名啦！多謝曬。日本追尋21世紀遊行快樂，體驗全亞洲最宜居城市。酒井法子歡迎大家嚟日本旅居置業，享受高品質生活。皆様ようこそ日本へ。日本追尋21世紀遊行快樂，體驗全亞洲最宜居城市。酒井法子歡迎大家嚟日本旅居置業，享受高品質生活。皆様ようこそ日本21中华物业香港一二手楼专家，专营九龙站、奥运站一手楼专车接送服务，查询6683-1882。